迪卡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一起来分享汉宫秋月。汉宫秋月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，最早是从明派的琵琶曲，后来被改编成多种演奏版本及形式，比如二胡、琵琶、江南丝竹等。乐曲细致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宫女面对秋夜的一轮明月，流露出的一种哀怨悲楚的情绪，以及一种无可奈何、寂寞冷清的生活。宫深似海，人比月远，宫女们只能独自坐在窗前，那悠悠的琴声有谁听？那深深的叹息有谁懂？风吹过，雨打过，落叶飘零过，积雪融化过，春夏秋冬始终的轮回，于是心就在轮回中不停地等待。人们把古代宫女的不幸归为中国宗教文化的结果，其实这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产物。中国真正的孝是提倡一切符合人性的思想和行为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儒家思想的孝。孝是中华民族最普遍最基本的道德，它的历史源远流长。中国常有句话，百善孝为先，中国也是向来以孝治天下的。我们看历史上给皇帝的奏仪常有圣朝以孝治天下这句话，汉朝以后更加强调了孝文化，以至于每一个国王名字的前面都加一个孝字，比如孝文帝、孝景帝等，以孝治天下。在《论语》中，曾子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谨慎地对待先人离去，那么老百姓就会趋于忠厚老实了。由此可见，在儒家看来，孝是使国家达到国泰民安的基本精神。曾子还编著了一部《孝经》，《孝经》中的孝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单单要孝顺父母，还要孝顺天下所有的人，爱天下的人。所以儒家的孝就是西方文化的爱，是给予回报的爱。比如在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，季康子问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，子曰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则劝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要使人民达到严肃认真、尽心竭力和相互劝勉，怎么做才行呢？孔子回答说，你对待人民严肃认真，他们对待你的政令自然就会严肃认真了。你孝顺父母，慈爱幼小，他们自然会对你尽忠心了。你提拔好人，教化能力弱的人，他们自然会相互劝勉了。所以孝慈则忠，说明爱别人，别人一定会对你尽忠心。如果离开了孝慈，仅仅依靠教化和劝勉是不会起作用的。在中国的家庭向来是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，那么儒家的孝是让人们要量力而行，孝要尽心竭力而不要太过分。正如子夏所说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影响。那我们怎么做才是孝呢？其实孝顺父母不是和别人攀比，也不是做给别人看，而是要有这份心，并且这份心是从心里
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，再尽了这份力就是孝了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汉宫秋月。Thank you.
我觉得经典的东西，无论是文学著作还是音乐作品，他们最大的魅力在于他们永远矗立在那里，任凭人们去感受，而每一个人的感受又不尽相同。汉宫秋月这首乐曲，我感受到了宫女们的孤独与无助，我也感受到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，我还感受到了他们在向着这个美丽的梦奔跑。虽然路太远，梦太长，只要人还在，梦就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萨瓦迪卡。